翼龙二无人机机长11米，翼展20.5米，最大起飞重量达到4.2吨，最多可外挂480公斤的武器装备。由于采用了全新的发动机和外形设计，翼龙二的最大飞行高度可以达到9000米，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70公里，可实现20小时持续任务巡航。此前，我国曾研制过起飞重量在1吨左右的翼龙一察打一体无人机。 而翼龙二在飞行性能和任务能力上，相比翼龙一都有大幅度的提升。多项关键技术的突破，让尚在研制阶段的翼龙二无人机已经收获了来自海外用户的订单。 最大载重量370公斤，最大续航时间40小时，最高飞行高度达到7500米。它不仅飞得高，还看得远。无人机装备了国内最新研制的高性能光电侦察平台，不仅探测距离超过50公里，还能在3000米高空清晰辨别行驶中的汽车车牌，各项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